Songyan Forest in Taipei City in developing. Is it possible to turn it back into a park again? 还有森林公园，开除大巨蛋。那我们就请游毅来讲一下这件事情，也其实并没有一个积极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老樟树的身边了。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往你的右边看，我们护树伙伴有把它做了这个标语上去，因为这老樟树死掉之后，台北市政府当好市府当时承诺。People asking, we want Songyan Forest back. We don't want the shopping mall and the dome. From Songyan Tree Protection to stop the Farglory Dome and their shopping mall. Only a few activists to thousands of citizens. The Breaking Dome Movement is going strong. 我要黑心兵们！我要黑心兵们！我要森林公园！People shout out, we want Forest Park. Gangster construction, go to hell. 开除森林公园，好，森林公园，好，我们今天要践踏这一个包庇不了，请大家提出你的拆弹手势，加入我们。在过去的八年，郝龙斌的任内，全力的包庇财团。那今年在柯市长上任之后，有一个不一样的氛围。那我们希望柯市长可以跟着我们人民的脚步，继续勇敢，继续拒绝我们那些黑心财团，然后跟他们马上解约，把黑心巨蛋拆掉，把中山烟厂找回来。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喊口号：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园，不要黑心巨蛋。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园，不要黑心壁蛋，不要黑心壁蛋，黑心财团滚蛋，黑心财团滚蛋，还我中烟绿地，还我中烟绿地，拒绝独立财团，拒绝独立财团，中烟老树回来，中烟老树回来，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园，不要黑心壁蛋，不要黑心壁蛋，我要森林公园。不要百货商场，不要百货商场，拒绝黑心财团，拒绝黑心财团，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园，拒绝包庇财团，拒绝包庇财团，自主立即解约，自主立即解约，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园，不要黑心鸡蛋，不要黑心鸡蛋，我要森林公园，我要森林公不要包庇财团，不要包庇财团，拒绝独立财团，拒绝独立财团，还我中烟绿地，还我中烟绿地，拒绝独立财团，拒绝独立财团，还我中烟绿地。After the luxury shopping mall, Taipei City Hall, and the Farglory's official building, we are going to the notorious Taipei Dome. Very first march of Taipei Breaking Dome say it's never too late to do the right and stop the corrupt.